大家好，我是廖瑞英，欢迎大家来到空中大讲堂。今天我要为各位介绍的内容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。《史记》的秦本纪说：“春秋之事始于犬戎与申侯伐周，杀幽王于骊山下。”周幽王是西周的第十二任君主，个性暴戾。 在位期间不理朝政，沉迷于酒色，任用贪财好利、善于逢迎的国师虎主持朝政，引起国人的怨愤。因为攻打包国，得到了绝色的美女褒姒。褒姒虽然艳如桃李，却冷若冰霜。幽王为了博得美人一笑，采纳国师虎的建议。 举烽火，召集诸侯于骊山之下。烽火又称为烽燧，或者是狼烟。白天以燃烧掺有粪便的柴草，释放浓烟来表达市井的讯息，这个称作燧；夜晚则燃烧加有硫磺和硝石的干柴，使火光通明，传递紧急的军情，这个称作风。 西周的时候，为了防备犬戎部落侵扰，在边境险要的地方或者是交通要道上，都会建筑烽火台。一旦发现敌人入侵，就在烽火台上点火或者是生烟，召唤诸侯护卫抗敌。幽王为了让褒姒展露笑容，竟然在没有战事的情况下点燃烽火，各路的诸侯以为天子有难。 匆忙率兵赶到，却发觉并没有扣匪侵犯，只看到周幽王和褒姒在楼台上饮酒作乐。诸侯知道被戏弄了之后，都非常的不高兴，而褒姒看到诸侯退走的狼狈模样，则是高兴的放声大笑。褒姒宠冠后宫，幽王废掉了身后跟太子宜臼，改立褒姒为王后。 他的儿子伯服为太子，申后带着他的儿子跑到外家申国。西元前七七一年，申后的父亲申侯联络了鄫侯、吕国以及犬戎，大举进兵祝寇。幽王举烽火来示警，诸侯以为又是骗局，而不愿意前往。结果犬戎就杀死了周幽王与伯服。 掳走了褒姒，趁机掠夺了周氏大量的财宝而去。西周就灭亡了，因为镐京残破不堪。原来的太子依旧靠着诸侯的力量，永立为周平王，把都城东迁到洛邑。历史于是就进入了东周时期。东迁之后，周天子直辖的王畿，在戎狄不断的蚕食之下。 控制的范围逐渐的缩小，最后只剩下城州方圆两百公里，也就是洛阳附近的地盘。原本衰弱不振的王室，又历经多次的分裂内乱，周王室更加的衰弱，天子的威望日降，不仅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，各国诸侯也凭着他们的霸力挑战王室的威权，这种事情时有所闻。 诸侯之间彼此为了争夺霸权，相互兼并攻伐，战祸不断。最后相继出现了五位诸侯的领袖，就称作春秋五霸。春秋五霸指陈的内容是什么？历来有不同的说法，目前史学界也还没有定论。就以实际指成五位霸主而言。 他的次第排行跟国君的说法也有所差异，《史记》春秋五霸指的是齐桓公、宋襄公、晋文公、楚庄王、秦穆公。齐桓公是春秋时代第一个称霸的诸侯。齐襄公的晚年国政混乱，诸公子恐牵连及祸，先后出奔到他国去避难。 公子小白由鲍叔牙辅佐出奔到莒国，公子纠由少乎、管仲护卫到鲁国。西元前六八五年，襄公跟他继立的公孙无知先后被弑杀了之后，与公子小白素有交情的大夫高息急忙召他回齐国。鲁国探知了这个消息之后，也赶快送公子纠回齐。 管仲则带着军队在从举国通齐国的道路上去阻截，一箭射中了小白的代购。小白假装死亡来欺骗，鲁国误以为小白已经死了，所以就缓慢的前进。可是小白就这样子抢得了先机，回国即位为齐桓公。他本想任用鲍叔牙为宰相。 但是鲍叔牙强力推荐管仲，认为如果要使齐国强大，并且成就天下的霸业，非管仲不可。于是齐桓公任用管仲为宰相，封他为上卿，是以齐国的士卒，尊封他为仲父，以治理齐国，而国富兵强，终于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位霸主。 至于宋襄公崛起于历史的舞台，从他即位之后，以他的哥哥穆仪为宰相，主掌军政大权，佐理朝政开始。西元前六四三年，齐桓公死了，他的五个公子吴、亏、昭、潘、元、商人互相攻打，公子昭逃到宋国去求援，宋襄公于是率领了。 四国的军队打到了齐国，永历公子昭为齐孝公，襄公因此而声名鹊起，也开始了雄心勃勃，想要继承齐桓公的霸业。西元前六三八年，宋襄公讨伐郑国，跟旧郑的楚兵相战于洪水。当时楚国的军队强大，穆仪于是就劝楚军。 渡水的时候来截杀，可是宋襄公却大讲仁义道德，不愿意趁虚打劫。当楚国的军队上岸，排列的阵势还没有成型的时候，宋襄公再度拒绝木鱼急杀的建议。宋国的军队因为错失了作战的良机而大败，襄公被射中了大腿。第二年因为重伤就死了。 宋襄公是历史上颇负争议的一个人物，他欺凌小国，借以威胁东夷；会盟诸侯的时候以盟主自居，显示了狂妄的傲气。结果洪水惨败，被一笑千年。虽然被后人列为春秋五霸之一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得到霸主的地位。司马迁之所以赞许他。 大概是有感于在礼坏乐崩的春秋时代，宋襄公却仍能守着仁义礼信的美德吧。当晋国在北方称霸的时候，地处江汉流域的楚国也逐渐兴起，不少姬姓的诸侯被他侵吞兼并。被列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，刚登基的时候受到权臣的斥责。 不得已而采取了韬光养晦之策，前三年号令不出，日月奏作乐，荒于政事，并且下令有敢于劝谏者死无赦。大臣伍举冒死以大鸟栖息在高地，不飞不明，引言进谏。当时候，楚庄王左右拢抱着美女，坐在钟鼓乐器之间，回答说。 大鸟三年不飞，飞必冲天；三年不鸣，鸣必惊人。西元前五九七年，晋楚邲之战，晋国惨败，更确立了楚庄王在春秋五霸的历史地位。五霸当中，楚国的地域最大，人口最多，物产也最丰饶。但是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华夏国家里， 楚国却被称为荆蛮，而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之外。秦国是春秋时代最喜欢透过婚姻结亲，以缓和彼此关系的国家，尤其是秦穆公。远在晋献公的时代，他娶了申生的姐姐薄姬，成为申生从而夷吾的姐夫。打败了晋惠公夷吾之后。 叫怀嬴给留置在秦的子女把惠公拉成儿女亲家。当重耳流浪到秦国的时候，再把怀嬴送给重耳，又摇身一变变成晋文公重耳的岳父。他积极的挖掘人才，任内获得了百里奚、蹇叔、批报以及公孙枝等贤臣的辅佐，使得国势渐渐的强盛。 晋文公死了之后，秦晋对抗，但是西元前六二七年尧之战，跟西元前六二五年的彭衙之役，两次都被晋军打败。东晋的道路被晋国牢牢的扼住。转向西方发展之后，因为得到由于的帮助，出兵攻打蜀国和其他位于函谷关以西的国家，兼国十二，开地千里。 周襄王任命他为西方诸侯之霸，于是遂称霸西戎。以上是史记所列的春秋五霸称霸的经过。荀子的《王霸篇》则去掉了宋襄公、秦穆公，加入了吴王阖闾以及越王勾践。空中大讲堂，我们下回再见。 各位同学，我们从前面单元的介绍已经了解，在历史上被列为春秋霸主称霸的经过。今天第五讲次要讲授的主题，聚焦在齐桓、晋文的霸业，对他们的言行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评论。尽管各家对春秋五霸的指称或排名说法不同，然而齐桓公跟晋文公则是历史学者都公认的霸主。 他们的霸业在历史上有重大的意义与深远的影响。以下我将分别从四个方面跟大家来做说明：第一，齐桓晋文霸业的高下比较；第二，齐桓晋文霸主标举的名号；第三，齐桓晋文霸业的历史公平。第四，历史阅读的重要性。齐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。 是源于他接受了鲍叔牙的大力推荐，放下了管仲对他社沟的仇恨，而任用为宰相。管仲颇能识拔人才，以习朋为理官，任王子成服为大司马，令其执师执肯，宾须无为御官，使士农工商各安其居，各乐其业。 奖励农业生产，发展商业以富国；以礼义廉耻视为交民；实行强兵政策，发展军事以备对外用兵。在管仲精心策划治理之下，齐国国富兵强，奠立了桓公称霸的基础。春秋初期，北方的戎狄时常侵扰中原。 齐桓公为了争夺霸主的地位，依从管仲、贾府、周氏的谋略，以尊王攘夷为号召，利用会盟，使诸侯彼此不得无故侵袭与相自残杀。在尊王方面，一方面齐诸侯的步调，安定周王室。西鲁西公五年，会诸侯于守止。 以维系封建礼法。三年之后，又会盟于尧，以安周襄王之位。还曾经调停戎人跟周王室的纷争。在攘夷方面，鲁庄公三十年出兵帮助燕国打败了山戎。鲁闵公元年起，数次的驱逐了敌人，援救邢、卫。 鲁僖公四年，更率领了七国的军队讨伐楚国，阻止了戎狄蛮夷入侵中原，齐国因而，在中原拥有崇高的声望。周襄王特地拜翟孔赐给齐桓公祭庙所用的胙肉、同弓室以及天子的车落，并免去桓公下拜之礼，这些恩赏。 代表周天子承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，齐桓公的霸业在这时达到了最高峰。齐桓公能够首创霸业，得风气之先，是得力于管仲的辅佐。但是管仲一死之后，齐桓公就忘记了管仲的劝告，昏庸的宠信了易牙、竖刁、开方等小人。鲁僖公十七年。 齐桓公重病，公子无亏、遭潘、袁、商人等五个儿子各自树立党羽，忙着争权夺利。三个小人趁机作乱。冬十月，齐桓公饿死，五公子互相攻伐，齐国一片混乱。齐桓公的尸体就在床上被放了六十七天。 尸体的蛆虫都已经爬出户外了，才被收敛埋葬。一代霸主的下场堪称凄惨，而随着齐桓公的死亡，他的霸业也就跟着埋进了坟墓里了。至于晋文公，原本他没有继承王位的希望，因为那时候的太子是申生,生，继而受离姬乱政的牵累，几乎性命不保。 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后，才假邻国其穆公之力，得以反国为君。即位的时候已经是高龄六十二岁了。但是他即位了之后，汲取教训，只把世侄，也就是继承人留在国内，其他的儿子则被分配到其他的各国去当官，以免当年立楚君的历史惨痛教训重演。 当初他回到国内的时候，人心尚未完全归附。吕省、瑞系两人计划发动政变。太监批，也就是之前曾经奉献公、惠公、怀公之命三次行刺重耳，他想求见晋文公，告发他们的阴谋。晋文公接受了大臣胡偃的劝告，放下了仇恨。 相信他的反正，果然迅速的平定了这场酝酿中的政变。事后，晋文公有意把叛党一网打尽的时候，大臣赵崔要他以安定团结为重，而极力的劝阻。晋文公从其言，颁行大赦令，不施恩惠，奖赏功劳。有了胡言，赵崔是会先整。 栾枝等大臣共同的盟国，晋文公对内减免赋税，通商宽农，救济贫困，做三军六卿，使晋国的国力大增。鲁西公二十四年，发生了王子带联合敌人攻打周王室，晋文公带兵平乱，逐退了敌人，迎接周襄王返国。 鲁西公二十八年，晋文公又对外联合了秦、齐两国，伐曹、攻卫、救宋。南方的楚蛮逐渐向北方图谋中原。晋文公在鲁西公三十年城濮一战，大败楚军，在建土盟会，为周襄王建造了一座行宫，并且把楚国的俘虏献,献给了周襄王。 周天子赏赐许多礼物给晋文公，还册命他为诸侯之长。晋文公的霸业在这个时候达到了巅峰。纵观齐桓公和晋文公之所以成为霸主，都是标举着尊王攘夷的旗帜。然而春秋之时，周王室不是已经衰弱不堪了？为什么霸主们还要打着尊崇周天子的名号呢？ 这是因为，周天子的权势虽然大不如前，但他还依旧是天下的共主，所以霸主的地位靠实力取得，但是形式上仍然要得到周天子的承认。换句话说，以尊王攘夷为口号，有助于霸主赢得其他国家的尊敬与合作。 可以进一步的树立自己的权威和对外政策的合法性。齐桓和晋文虽然并享春秋霸主的美名，但是历史对他们两个人的评价却有所差异。孔子说：“齐桓公正而不决，晋文公绝而不正。”意思是，孔子赞美齐桓公行事端正，光明磊落。 但批评晋文公诡诈、心术不正、好耍手段。可是我们看《左传》的记载，却可以发现，齐桓公的霸业虽然有尊王攘夷的一面，但是也包含了不少倚仗着周天子的权势，威胁、失败于他国的情势。例如，在鲁西公四年，以公义之姿责备楚国没有及时向周朝进贡。 使周天子没有包茅绿酒祭神，又以不忠问罪于陈国，并两次出兵讨伐。但鲁僖公九年在葵丘大会诸侯的时候，却又表现出骄恣的态度。这些事例都说明了尊王攘夷只是霸主策略运用的方式之一而已。齐桓公如此，晋文公也是一样。 王子带之乱，周襄王逃居到郑国的事，告难于诸侯，并且求救。秦穆公收到了周天子告急的文书，便屯兵在黄河岸边，准备擒王。胡延向晋文公说：“争夺霸权最好的方法是拥护周天子。周王氏与晋国同为姬姓。” 如果晋国不抢先护送周天子回京，而落在秦国之后，就无法在天下发号施令。今天尊敬周王，才是晋国称霸之本。胡言毫不隐瞒的一席话，正是说明了争霸者喊出“尊王攘夷”的口号，事实上只是作为他们政治利用的工具罢了。 孟子就说：“齐桓公和晋文公都是以力假人的霸者，而不是以德服人，能让人忠心悦而臣服的仁者。”宋朝的学者朱熹也看出了齐桓、晋文的行事作风如出一辙的情形，评论说：“二公皆诸侯盟主，然以敌以尊周氏者也。虽其以利假人，心皆不正。” 然桓公伐楚，仗义直言，不由诡道，犹为比善于此。文公则伐魏以制楚，而阴谋以取胜，其谲甚矣。相较于齐桓公、晋文公诡谲欺诈的行径更多。就以前述的晋文公，是因为怕秦王居功，所以才抢先一步。 出兵护送周襄王回都城，其其,其居心颇为可疑。晋文公还时常利用有名无实的周天子，当作他干涉诸侯之间纷争的招牌，表明这是替天行道。但召天子而使诸侯朝之，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差异呢？ 晋文公有时候甚至不理会周天子而自作主张，甚至借此以了结个人的恩怨情仇。例如，周西王二十八年春，晋文公要侵略曹国，向魏国借道通行，魏人不答应，晋军就回头从南渡过黄河，再向东侵曹伐魏。 以报他流亡的时候所受到的侮辱，而率兵救宋，则是为了答谢襄公正马之恩；与楚国的城濮之战，下令军队退避三舍，是为了回报流亡的时候楚王的款待。至于西宫三十年的秋天，晋国联合秦军围攻郑国，也是和流亡的时候郑军对他不离有关。 可见晋文公用兵诡谲不正，对于恩怨则锱铢必较，睚眦必报。晋文公回国之后，对待臣子的态度也充满着私心算计。例如伐曹的时候，颠邪魏抽因为违令放火烧了西副姬的家，也就是从而流亡的时候曾经馈赠食物的那一个人。 结果晋文公就把癫痫杀了，还曝尸示众，而魏抽伤了胸部。晋文公本来也想杀他，可是却又爱财，于是先派人慰问，观察他受伤的情况。如果伤势沉重，就要把他杀掉。此外，晋文公忘记了他落难饥饿的时候，介子推割股止饥之恩。 表面上说要表彰他的功劳，却在烧死了介之推之后才加以追封。一句“以计无过，且经善人”的话语，充分展现了晋文公的假仁假义、虚伪奸诈。所以司马迁评论晋文公说：“谦而好学，善教贤能，治世，古所谓名君也。”王居外十九年。 治困曰：“积极为而行赏，尚望介子推，况交主乎？想必也是有感于晋文公将仁义诈位交相使用的两面手法吧。”撇开齐桓、晋文交字决战的议题，齐桓公在春秋初期剧烈变化的时局，北击三戎，南伐楚国，解救中原各国。 维护中原文化，公绩值得赞赏。可惜霸业仅止于齐身，随着齐桓公的死亡，中原又陷入了外族侵扰的危机。在中国群龙无首之际，晋文公接续了齐桓、中王攘夷的事业，遏制了夷狄蛮族的侵略，让中原各国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。 晋文公虽然在位九年就死亡，但是他的儿子晋襄公继续为中原霸主。因此，如果以霸业的长久来看待中原不受夷狄侵略的角度，那么晋国霸业持续了两百余年，应该是比起齐国还要更胜一筹的。同学们，看完了晋公子被迫流亡。 走遍八国，尝尽艰辛，回国之后励精图治，终于称霸的历史之后，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？有些什么样的收获？历史是人类走过所留下来的痕迹，虽然不可能完全翻版，但却是经常重演。所以，历史不可不读，历史不可不重视，因为它是一面镜子。 唐太宗在悼念魏征的时候曾说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：一个人从用铜当镜子，可以照见衣帽是不是端正；用历史当镜子，可以知道国家兴亡的原因；用人来当镜子，可以发现自己的对错。 所以，从历史上汲取经验含教训，消极的来说，可以避免再犯汉古人同样的错误；就积极而言，可以利用古人累积的成功经验，避免重复走了许多的冤枉路，造成短暂生命中不必要的浪费。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可以让我们看得更高，走得更远。以上。 就是有关春秋五霸的情形，同学们可以抽空试做单元后面的自我评量题目，看看自己的学习成效。国文一的第五讲我们就到此结束，我们下回再见。